以前总统的不幸过世，让我彻夜难眠。那边还是非常的难过、不舍。尽管以前总统跟阿扁分属不同的党派，但是我们对台湾国家的认同跟有关台湾民主的巩固跟深化，以及在捍卫台湾的国家主权、谋求全民的最高福祉，我们是没有颜色之分的。以前总统的不幸过世，让我彻夜难眠，包括今天要来吊唁，早上五点就要起床。阿扁也是辗转反侧，想到以前总统一生对台湾国家的付出跟贡献，我们心存感激，更是非常的敬佩。希望全体国人同胞能够继续走我们李前总统还没有走完的这一条民主大道。阿扁在有限的一生，也愿意在李前总统在天之灵引导之下，跟大家携手努力。祝我们李前总统在天之灵永远的安息。